别，50块就剩这么点了，回家给你做个娃娃机。哼，椭圆纸板裁出牛角，夹在两块长方形中间，插两根竹签固定成这样，这四个点用两根线串联，夹子就做好了。再找个纸箱贴上彩纸，小纸板一边贴吸管一边粘磁铁，把线从吸管穿过，再找个薄纸箱挖两个洞，线头穿个洞绑在纸筒上，最后放个出口槽放入娃娃，装饰一下，盖上塑料片。当当当，哇，考验你技术的时候了。这个，嘿呀，加入啊。这是我的袜子吗？哇，别急，你看，嘿，里面还有呢。我要这个又是什么？开学了。